Round one， 请用江毅和余生生各自的风格分别做个五连拍吧。Round two， 三词造句，三个词可随意调换顺序。余生生、粉丝、胡子。希望余生生的粉丝都不长胡子。江毅跳舞核桃。江毅跳舞核桃。江毅跳舞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他最心爱的核桃踩碎了。你看他这个头发。